早安啊，我刚到公司。锁不起来，为什么？没感应到吗？哦，锁起来，对，可能没感应到我的包包。我刚到公司，现在应该是早上的9:10。我昨天晚上有来公司一下，然后反正就来一下。一阵子没来公司，有些事情要来交代，而且今天好像是4号吧，明天要发薪水，然后公司的现金不够，要来领一些现金进来。哦，就是每个月的例行公事。好啊，今天子瑩休假吗？对。好。今天我们家编辑就是我的小帮手，今天休假。来开箱这箱好了，这箱是 iHerb 刚来的，可是我不确定。这次买比较多哎，买了6盒，然后这个一直是我们觉得最好吃的啦。我们觉得第一个好吃的，这次我买了几盒，我看一下，这一个，这个还有，这个我有点，可是。它为什么每次包装都不太一样？哦，不对，这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反正就是这样。这等晚一点子瑩有来公司的时候，大家再一起吃。然后这个我今天可能会在社团发这个的讯息。这个到现在是我们觉得最好吃的蛋白棒，就是蛋白棒啊、能量棒啊之类的。然后。讲到我都快流口水了，然后这两个是新的啦，我想说买来试吃看看，哦，反正就试吃，把它放在这里。家编辑今天休假。AB， 你在算薪水对不对？对，我在薪水算好了吗？算好了，好，不够对不对？啊，差蛮多的。对。好，老板就是这样，现金不够，就要从别的地方补。这个链接我会放在底下，好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，真的比较有点像七七乳加那种感觉、啊、然后是我们现在觉得最好吃的。我们目前真的还没有，已经快放在我们觉得最好吃的第一名好久了。那我今天原本要来传档案给我们家的剪辑，可是他休假，所以我就只能放在公司的云端。它不大，可是它一个有7克的，这样子一个有7克的。蛋白质，然后3克的那个碳水算不高，6克的纤维跟2克的糖，哦，不算特别的高。我早上喝2杯咖啡，我不想再喝。我个人是认为有点像士力架的味道。然后我刚才在家里把机票买好，我趁特价就又比昨天便宜的时候赶快买。后来我决定，我买机票是从松山飞羽田，
反正23,000多的样子，日航的商务舱。其实从松山飞羽田的机票通常都比较贵啊，可能本身的机场税就比较重一点，因为毕竟在市区。然后饭店，我先暂时订了一间最便宜的，就订在东京湾的喜来登，就很靠近迪士尼那边，因为它真的便宜蛮多，就20,000块，20,000块日币。因为我猜我可能还是要在车站找一个寄物柜，就最热闹的地方找一个寄物柜，把东西都放在那边，然后要把买的东西一直放，放到最后，可能因为我明天早上的飞机，那样可能晚上买完了以后再一次把东西带回饭店，可能要这样比较顺。只是说住那边会比较麻烦啊，那边就是距离是。其实说远也不远啊，大概就30分钟，所以就是30分钟，所以我可能就是，隔天再补一些有什么要买的，隔天早上再出去一趟，然后下午回来，啊，可能那边到羽田机场是很方便的，那边都有 shuttle bus， 所以搭接驳就可以了。看一下我的电话费，就我的电话费，我上个月有漫游啊，所以稍微贵一点。我现在月租是用999的，但上个月最主要有去大陆，有在那个澳门，所以加漫游就2,000块左右。看一下新店泰林的，黑比现在电话费不用缴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是今天刚收到，想说为什么会有。你重复缴啊？对。因为我有扣缴啊。都已经办了。都已经办了。哦，好啊。你不用去缴。好。对啊，你看那边都就两倍啊，没关系。好。算，因为这是我昨天算还没付过别人的钱的时候，还没付厂商的钱，好难人应该差很多吧？差很多哎。他们那边差，这边生意很不好。我看一下，你薪资有打在云端了吗？都打了，都打好了。我看一下，他们那边应该没什么现金吧？对啊，我看一下。嗯。好。这样，我就先来工作了，各位，拜拜。